当你量体温、脉搏、呼吸、血压哦，吼，那你等等我，又开始了，那十六分哦，手中无事物怎样？指甲，然后就开始去洗手了，一定要洗哦，没有洗就扣十六分哦，吼，好，这样子就已经十八分了，吼，好，我的用物有这个怎么样？帮你们念，血压机，血压机。笔，笔还有什么？手表，体温计，对不对？假设有一辆桌子，哎，椅子借我好了。不对，那个在那里，老师考试会摆两个椅子，一个是考生，一个是监考委员。我如果是考生，我选择这边是他的哪一侧？右侧。先抢滩成功哈，那你自己要让到那边摸不到，老师你要换，我们再让你换，你就一次了，来到这边两次了，然后又很紧张，有没有？又过去三次了，所以先抢右手，他的右手哈。停在我的东西好了哦，那我先来检查我的有没有电，什么有没有电？对，888有没有？就是有电，就是有。然后耳温套压下去，然后再检查一下，这样转一下，外观正常或是完整哦。然后这边有桌子啊，你就先放在桌子上哦。陈太太，仪器好了哦。我要看一下你的耳朵有没有耳屎，有没有很干净？如果有耳屎，我要帮你清掉。我的耳温枪要放进去了哦。哦，进去之后，你的手势是这样子。呀，可以教的，哔哔就 OK。好，三，怎么三五？你怎么那么低？低温，太冷。太，你太冷了。一样啊，他怎么那么低？他要死掉。他要死掉啊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让我们了。好，我们都学一下。再都是他啦，就是有打开的动作，因为他只有一个他可以呀，又不是有早上都是他，所以我们就那个耳温套就给他用哈，来，然后陈太太平躺有没有？陈太太躺平哈，放轻松，然后就这样子，你的手，我跟你讲，他的手真的很冰啊，就这样子滑，然后你就这样用力摸，所以是这里用力摸，这样子滑，然后用力摸，你只要摸到了哈。然后你的秒针压着，看着老师开始，然后我数他的节奏给你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请问我有没有在看秒针？我有没有在看秒针？没有，没有。对，你要专心数他的节奏，不要一直看秒针，看到最后我跟你讲，他应该是跳80下的人，你都一直看着秒针，他会跳62下。所以秒针只是给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你我刚刚数到20对，来瞄一下，好，就接下2122一直数一直数，然后偶尔就回来看一下秒针它跳多少啊，不要一直盯着，好，假设60秒到了停，好，老师也跟着你停，老师也是记录，哎，帮我写一下80下好了，开始，好，如果你数到5960对，可是我数到回起来嘛。5970，你有感觉到自己数啊？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乱了。你马上要打刹车，现在重来。还可以再有一次的，不要常常重来。不要紧张。然后呢？乱数。我刚刚的量测体温是坐着站着。坐着。没有站着。我刚刚摸脉搏呢？坐着。然后现在量呼吸了，对，不要让他知道量呼吸，假装摸，来，你眼睛闭着，你假装摸，你自己心要定下来，有没有？这里很明显，有没有看到？他的声色这里是不明显的，所以你就是假装摸，不要让陈太太知道你要干嘛。然后你知道哪里很清楚了，好，秒针定好，好，看着老师，老师开始。老师开始。那你呼吸给我们看。
好，开始了，对，嗯，二三，老师用默数啊，对呀、啊。怎么可以数出来？因为你接下来节奏，他的呼吸，他想，因为怎么跟我一样呢？这个脉搏的，有的都默数，你不用去讲出来，你看讲出来转，有的会讲出来，代表你根本没有信心呢、啊。而且他会讲，天哪，那个心跳是我的，我怎么又那么快呢？哦，啊，你呼吸，我跟你讲，他一定会憋气，因为他会发现你数的这个一，就刚好他在吐气啊，吸气吐气啊，哦，所以好好的练哈。好，假设也六十秒了，你就喊老师停。所以这里一摸，哦、看着秒针，老师开始，六十秒停，停，哈、哦，就起来怎样？记录，记录。假设十二下好了，哈，然后这里写记录，对，然后再回过头来，哈、哦，接下来就是要量呼吸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的陈太太不会管我们的，她就睡她的，哈、哦，然后老师就等着你喊，哈、哦，假装摸，手表压着，认真看着哪里。你还没有定点好，不要一直看着秒针。你觉得你看得到的，再回来三六九十二，就跟着老师讲，老师开始。好、哦、啊，如果我呼吸数到五，应该跳六，对不对？然后五自己挥起来跳八九，哎，奇怪，我怎么乱数了、啊？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乱了。嗯，重新是这个乱了，所以你就是老老师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要重来，才不会让你忽略，他以为你这个要重来，懂吗？所以你切到哪里要重来，那个老师要知道你哪一个重来、okay. 啊、可是你不能讲老师对不起我呼吸要重来，我跟你讲那个陈太太不会呼吸了、哦、所以你要知，你要让老师知道你是哪一个地方要暂停就对了、哦 好，假设他帮我写的对，十二次每分，对，你用红笔就是比较，难怪你们说反光色泽太淡了，用黑色比较好，用黑笔，是用黑色的没有写啦，好，没关系哈、哦。好，接下来我动先要大一点，我要站着哈、哦嗯。啊，因为我们的床没有很大，所以你可以叫陈太太稍微躺过去一点点，嗯，嗯哦、陈太太，我袖子帮你整理好，哦，平躺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你因为每个人的肘弯不清楚，你可以这样子，陈太太，我帮你弯一下哦，嗯、你就知道肘弯在哪里了，就把它放平。然后中指，中指从这样子过去，这里，每个人都在这里，怎么会像刚刚有同学给压在这里？假设我真的给他压在这里，然后就跟着老师讲，老师，陈太太肱动脉在这里，哦、你有你压喽，那个老师马上就来压你的位置。我跟你讲，接下来他就划给你看了。好、哦，老师，对不起，原来我摸错了，我跟你讲不算了，因为你摸错，他马上给写什么？考生不会摸肱动脉，位置错扣二十五，所以你不清楚肘弯在哪里，所以这样子，知道了平，然后中指过去压，压好了就跟他讲，陈太太的肱动脉在这里，啊你二十五分啊吼，好了以后来这个东西哈、哦，这个东西放在这里，腰放这个，你刚刚找好了对不对？接下来做这个动作，好、哦，这个管子朝床尾，你如果这个放在这里，会掉下去，你就有可能这样子了，就弄错了、哦。所以这个要来这里，它有可能掉下去。然后这个就起来，如果它还蛮高的，如果来的陈太太是148的，你要这样子左右看齐有没有？因为你这样子的话，这一段上不去。我说有可能一四多的那个陈太太，所以要让她这样子左右看齐，哦，这样子上来夹好，肘弯再找一次，没有跑掉，所以这里上来两公分，两公分，记号没有跑，所以你的拇指要下来压，压要有功能的，压要有功能，然后这样吹了，嗯，吹了去，然后回去。太松了，然后再回来，哦，然后记号吹了起也照起哦。这次有没有只要紧一点？有，哦，然后给它弄顺，然后再这样子，有两根了，因为我三根上不去，哦，两根进得去，冷战，记号，哦，这个两根松紧度。然后这个记号有没有在这里？你只要压压这个，老师就会叫你等一下，他要去摸。哦，
你要压了，我跟你讲，你要调都没有用了，哈、哦。好，陈太太就不要动了，哈、哦。等一下你看到多少，老师也看到多少，来，这里写拍有没有？我们就改成刺，嗯、刺斜线分。所以你等一下看得到这一条线，这一个啊，就是我们的脉搏，哈、哦。然后你这里有看到最高有没有？这就是收缩压，单位就 mmHg， 好、哦。那考试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盖掉了。好、哦，你看我刚刚随便乱猜，对不对？八十，你等一下看，差不多。如果他考出九十，老师我刚刚算的不准，哪有不准？马上就扣掉了。所以这个我们考试的时候不会让你看到病人的心跳、啊。哦，一百四十三，七十四，嗯，一百控三。嘿，那个太紧张了，太紧张，太紧张了。你帮我写一下，哎、把一二零跟八十写下来。哎、欸，代表那个脉搏七十四。这个阿妈不是要死了，怎么血压那么高？你不是要死了，血压怎么那么高？一四三一零三，一四三，哦，啊，画个斜线，然后接下来零三一零三，一四三，来，老师讲一下哈。这个一四三代表收缩压，心脏打出去碰到血管壁的压力，舒张压是心脏放松，末梢血液要冲回心脏的压力。所以这个代表弹性，他假设没有紧张了，我是说假设没有紧张，这个是他的舒张压，他一定要改变饮食，要去运动。如果我的血压一四三，其实一四三只要改变饮食就好了。如果这里我是一七三一六三，医生会给我开降压药，一零三无迄个降压药。一零三要靠自己的运动跟饮食，这是无油啊，要会更诶，翁先诶是这类，因为这里有油啊，好，这是你们的生命真相的老师。